就是，2017年哇，全民打棒球，今年应该也是九年还是10年啦？持续办的一个单人比赛，2017年全国单人赛，今年前3名，全民打棒球官方会送他去韩国看 WBC 的一个真实的棒球赛。然后呢，这礼拜六12月3号开打。然后呢，这个官方有跟老板讲，就是说，哎，听说我要参加北一区的赛事假的，，Yes，没有错。哎呀，哎，我谢演技谢，也当中谢谢一五六了，二假九的，七四，在外面继续打，做好续比赛，订我三们个再月，说。红卡一张，恭继喜续你。订波浪服，波浪服，波浪服，第三个月啦。OK，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就会在12月3号，官方的粉丝团他就会开直播，然后第一场赛事就是转播小弟我，对上不知道是哪一位啦，反正就是抽签看他抽到哪一位，我不知道抽到谁，那希望可以抽到不要太强的，好吧？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噱头啦，那可能想说。这个可能大家都很喜欢看老板被打，所以呢就先播我，然后 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来，进到游戏画面，把跑马灯消掉，音效打开来。7D，这样子整个一个感觉就来了。开个视讯一下。整理个发型，20秒的截图时间到了，是的，各位，不知道你有没有每次开台都截图嘞？如果有的话，我要告诉各位，或许有一天我会送个大礼，好吧？来，各位，今天要干什么？今天呢，我先就是说哈，今天没有比赛，今天完全就是我要开始练功，然后呢，就是把我的卡片弄好弄满。然后来参加礼拜六的比赛，好不好？所以我们先来收个礼物哦，临时维护补偿。11月24号，他好像是因为要改一个这个抽选手的可合成可交易的这个 bug，所以呢，他做一个临时补偿送大家。只要是24号登录的吧，就送一个 LV 初始券。那我们就是收下啦，开心，不用钱。再的话呢，看一下我有什么道具。九局特别宝箱，打完九局他就送你一个特别礼物。哇，各位，这里面有900万呢！我现在发现呢，九局特别宝箱有900万呢！哇塞，紫卡交换券还好，紫卡交换券最好，但它有个900万挖币，如果中900万挖币，哇塞，那你也是赚很大呢。好吧，来开一下吧。但900万挖币的，我觉得这个几率一定是非常非常低的。准备了。各位观众，我们用531大法，一、二、三、四，按5下数3下，一下按下去，一、二、三，900万，我靠，10、100、1000万，靠腰90万，我惊起来，个10、100、1000万，10万，90万，各位90万其实也不错嘞，90万不错不错不错，90万偷笑了，哈哈哈哈哈哈，送。来，LV 初始卷把它放在一起，看一下有什么东西。这边有400钥匙跟一个权益打球，我们先开黄金钥匙，好不好？
如果说这个黄金钥匙一开中张什么紫卡黑卡的话，那么立马就来抽奖了。准备了啊、哦，来各位观众，黑卡，哎不错，30万，再来紫卡，哎呦30万不错，黑卡没有，紫卡，哎漂亮哎，哎这样加起来90万哎，哦瞬间跳到1000万了，太棒了，非常好。这边有一个全力打球，我们来打一下吧。安达宝箱，小东西，收下。该玩的都玩了，不该玩的也玩了。该花的也花了 ，OK， 剩下都不能动啦。这边有个白金包，先来买个白金包，看有没有办法中个 NL 的投手。美莱特，现在要做一个事情，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跟大家讲一下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比赛了，所以要比赛前你必须要先把自己的阵容先养好，对不对？输让我们输丁拍跨名，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先把阵容搞好。那阵容搞好的话呢，我们还是必须要花一点点 cash 来补强它一下。我个人认为哈、哦，这边有个职业包。哦，刚刚那边有个职业包，我看一下这边，这个都比较贵一点。我们这边有个职业包，限定买一包，它里面有个 EB 折压保人券跟 LB 7挑战券，对不对？各位观众，这两个东西原本都要850块钱，但是你合二为一，反而才1000一，所以我决定我今天就来买一个这个职业包。好吧，我就来买一个职业包。然后呢，用这个挑战券去挑战一下，还有这个 EB 挑战券去补强一下战力。所以我现在呢，做一点点小小的补强，一点点小小的补强，买下去。OK， 是的，各位，卖光。没有错，他卖光了，他卖光了。这个职业二军哦，其实我就不是很建议了。当然，这个业余包，我个人也不是很建议了。我只有建议这两个东西是可以买的。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去补强？是因为哦，我的大富翁还差600块钱就可以有一个这个磁卡了，所以等一下我们就马上会有一张磁卡，然后呢这边有两张，我们先把它合成，对不对？这是一点小小的补强啦哦。然后呢 LV7 有挑战券有两张，我们现在就来准备补强我们的阵容。好，整理完了，现在我们就先来做一件事情，各位，这张黑卡是6等，对不对？这张黑卡是6等。如果说我们刚刚的这个挑战券，对不对？如果可以呢，这两张就冲到7等的话，如果这两张就抽到7等的话，我们就立马来抽个奖给大家。早看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看台的有奖抽。OK， 准备好了吗，各位？来喽，各位观众，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做个加码，不要只有单单小夜灯，因为如果两张能够过一张的话，
那这个几率是非常非常低，你大概就是现赚一个产包的钱，可能不止，对不对？所以像我们做加码，大家一起，你们回向给我，你们帮我一起集气来加油，然后呢，我如果过了，哎，我们就来抽奖。所以如果说我这两张过的话，就抽一套，就抽个全套，好不好？全套3000块钱，乔叶灯加毛巾，各位观众。所以你们现在举起你们的手，股东麻烦在聊天室帮我打个结印，不要忘记了，你们是股东，你们有使用图像的权利，其他人是没有的，你们是可以的。所以现在股东，请麻烦，请麻烦，请麻烦帮我打上一个结印，好不好，各位？假的。哎呦！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又选错了，订阅四个月，谢谢。在外面继续打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订阅，谢谢，谢谢你续订。好，各位观众，我说昌荣，你说七，好不好？你们看老板台，你们一定知道我们加油的方式嘛。我说昌荣，你说七，大家一起来，好不好？我们帮邱昌荣加油一下，好不好？昌荣七等，来，各位观众，昌荣的节奏，大家一起来，昌荣，昌荣，啊，昌荣，昌荣，昌荣 ，OK。各位观众，这个挑战券要冲下去了，五三一大法准备了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再来一。各位观众，邱昌荣七等 ，OK。这个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们不要认为这个几率是很高的，这几率很低。所以如果说剩下这一张，这一张哦，如果就这一张过的话，不啰嗦，我再加码，好不好？各位，失传已久的最好的奖品来了，各位观众，再加码这一块青草膏。各位，这一块青草膏，让你哪里酸贴哪里，让你哪里痛贴哪里，再加买一个青草膏，拍子也没有了，这是我贴的了，这不是的，好不好？跟各位胡乱的，来，各位加买一个奖品，但是我现在拿不到，我想一下我要加什么。你们呢？你们回向给我的感觉不是很够，想买个奖品了，好不好？我想一下啦，徽章 ，DBO 粽子里面有徽章一个，一整组。老二酸可以贴，老二不会酸，你因为你的是不举的，所以呢是没有什么办法。来喽，各位观众，一张就过了哈，整组哦，准备了哈。我数七，好不好？来，一、二、三、四、五、六、七。雷医生 ，gentlemen， 邱昌荣有没有办法过七等？就看这一案啦、啊。一、二、三、四、五、六、七，过。OK。没有问题，你们不需要难过，你们不需要哭泣，因为呢，这是一个几率的问题，两张就这样子就没有了，这就是一个游戏，所以很明显的我被玩了，但是我不沮丧，因为我们已经做好了事先准备了，过的话是运气好，没有过是正常。我不会因为这样子我就上字了。好，现在呢，我有两张 EB 纸卡，我手头上呢，这边有一张曹俊阳，曹大帅，我要想要增加了我的战力，
所以我现在呢，我先去买个包好了。CPBO 打者白金包，好吧，来了。买两包，让你开包变黑包。好的，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两张红卡。现在要进行一个纸卡的合成。啊，到底要合什么呢？其实我跟各位讲，其实我们来合一个。我来思考一下好了，各位，你们觉得我应该要合什么？来合卡之前哦，你千万不要莽撞，不要急哦，你要做一个深思熟虑的思考。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纸卡投手的话，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合？我们可以合这个。救援投手，对不对？我们和救援投手，比方说这个史东其实也蛮强的，或者是林月平其实也不弱。我觉得我和中职的投手好，说不定会中个我想要的卡片。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对不对？还不错吧？或者也可以来中个养父铁也不差，对不对？养不铁也可以啊，他至少有个铁仔纸叉，各位观众。好了，那我们就来合成吧。可是我刚买错卡，那我应该买 CBB 有投手的。再来一包，买两包让你换 A 包。各位注意到一件事情了没有？这边出现一张养父帖，对不对？续订的，在外面继续打坐啊。Benson 04469，续订三个月啦，老板拉个黑卡卡尔顿来看看。OK， 没有问题，待就不，我等一下就拉给你看。各位有没有看到？他已经预告我，等一下我就是要中卡尔顿，所以我现在进到这边。要把就是你想拉的队伍摆中间，叫做拉中法。然后呢，你要把要拉的卡片放在他的旁边，陪伴着他。然后呢，这边后面就不管他了。这个方法就叫做拉中法。然后呢 ，EP 纸卡保证卷给他按下去。是的。你也可以叫做中出大法，中间这一个就会出来，请你们不要想歪。中出大法就是摆中间，它就是会出来，好不好？简称叫做中出法啊？怎么样？现在订阅都不跳舞啦？其实订阅是。订阅是要跳啦，但是，可是每次跳的话，我也不知道跳什么，怎么办，各位？因为你总不可能每次都是跳那个佩佩猪嘛，对不对？或者不是每次都跳什么跳？我记各位，我已经好久了，我以前订阅是跳什么？以前订阅的时候我是跳什么舞啊？各位还记得吗？我以前订阅的时候，哎呦！这么快？今天很早哦，各位，今天很早看台哦。现在才十点半，就已经800人在看了。哦，各位，你们是期中考考完是不是？那我们来聊个天好不好？我以前有订阅，我就是跳音浪哦，妖怪手表。以前订阅我是跳妖怪手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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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我不记得啊，不记得，我不记得。对啦，订阅我记得我们应该是要有三鞠躬一下。哎呦！哎呀，我眼睛业障重啊！哎呦哎呦！假的，在外面继续打坐，不得了，一年啊，满一年，很久没音浪了，来一下吧。哦，股东，单品咖啡，单品咖啡，感觉他不常出声，但是呢，他其实已经默默的支持了一年了。一年到了，他的一个图像变成了紫卡，我们恭喜他，他可以参加下一次的这个柔一贼贼的见面会。他妈的，去都是看他们，要干我屁事啊！根本也不是来看我的，我感觉我是个中介，你们知道吗？你们能了解我的心情吗？对不对？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工具人，说我去支妹，结果还不是你们要看，真的是越想越气。哎，我的音浪嘞，我怎么找不到？其实我也是想要稍微律动一下，各位，我跟你讲，其实你哈，我跟各位讲个观念，你在合成卡片的时候，你必须要处于一个精神很亢奋的状态。为什么？因为你必须要给他一个正向、一个心情很好的时候的一个心情。我的公杀小。就是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情要保持很愉快，拉卡才会顺利，才不会爆。各位了解吧？好不好？所以呢，刚刚股东订阅满一年了，我现在在找音浪，我终于找到了。我们就为大家，就为我的一年的股东，为大家带来这首音浪。Come on，Come on， 各位 ，Come on， 一起来律动一下。好久没动了，动动你身上的肥肉。首先，我们先来做一个脖子的律动，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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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接下来是左手，往前拍打。好，换右手。好，两只手一起。音浪太强不晃，要跟着节奏。两只手一起。OK， 接下来做这个动作。这是消除蝴蝶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动的姿势哦，所以电视机前面不管是有男生有女生的，都可以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Yes， 跟着我一起流动。好，接下来我们不能一直坐着，我们要开始运动我们的腰部。好，腰部的部分，左右。音浪太强，不晃，那手上下。音浪太强，不晃，会被撞到地上。太强不晃，音浪太强不晃。OK， 谢谢股东订阅，谢谢股东订阅一年，谢谢，谢谢。好 ，OK， 各位，我们算是一个热身啦，因为我有点小出汗了。小出汗之后呢，就表示你其实你已经热身完毕了。我热身完毕之后，你开始要准备来拉卡了。各位观众，到底这一个中间出现的卡片大法有没有办法为我们带来我们要的卡片？我跟各位讲，如果等一下中兄弟相的养父铁，或者是新出来的那个叫罗曼，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不错的 CP， 比方说林月平，比方说
这个一咯，对，林月平或者是郭永志这些不错的救援投手，如果没有的话，我跟各位讲，我们就来抽个小夜灯，好不好？观众来咯，准备了，各位观众，让我们欢迎我们要的纸卡 ，Lady Go。OK， 各位，我看到林月平了。我看到林月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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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林月平了，我看到林月平了，我看到林月平了。Yes， 哇塞，哇吼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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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啊，各位，新卡，一次呼叫就到位。Yes， come up， baby。不得安生，我是不是有说过，合卡的时候一定要在快乐的气氛中才能够合到你要的卡片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 move your body。抛开自尊，放开自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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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不住你。抛开自尊，放开自己。抓不住你。Yes， 各位，掌声鼓励鼓励。各位观众，这代表了什么？这代表的是一种补强。我干好累，我干真好累。各位，这代表的是一种补强，这代表的是一种骄傲。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这代表是一种补强，这代表就是一种骄傲，这太爽了。各位新卡，哎呦，差点把它喝掉！一次呼叫就到位。我们来看一下，有人没有林月平的，同一师很想要林月平。我们来看一下林月平新卡，最佳状态，老兵之后是火球男，他拥有特殊的姿势月饼鬼曲，非常好。所以我们现在直接把它爆发。各位，等一下已经有一套咯，等一下已经有一套咯，就是小夜灯加毛巾加一个磁铁，那是一套的，要送给大家，好不好？各位，我知道你们内心都是雀跃的，我知道你们内心都是感动，你们的内心充满着期望与关爱，我了解你们。你们看到我中卡，你们是非常的开心的。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抽奖，各位观众，如果这一个潜力按下去，直接中最佳状态的话，那我们就再加抽一个小夜灯，好不好？各位观众来喽，五三一大法，一、二、三。四，一，二，三，各位观众，最佳状态，OK， 没有关系，很多事情不是你一次就能够搞定的。你可能需要两次，你可能需要三次，但是原则上你只要是三次以内能够把这个潜力开到，那我就是叫你好棒棒，好不好？来准备啊，一二三，哦，第一次危机管理，第二次火球大师，
第三次就是最佳状态了。各位注意啦，我知道你们在帮我集气，你们内心里面喊的都是最佳状态，那我们就来实现它吧。各位观众，最佳状态，OK， 他不给我，没有关系，我们先用三级跳，先来升级一下。其实五张以内也是 OK 的。我这边有26个 LV 初始卷，我一定要手动把它升到5等，所以。各位观众，林月平五等。好，爆掉了，初始再来一次。哎呦，卡三哦。哦，不止。连卡呢 ？Don't worry，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啊！继续，继续。哎呦，又卡呢！各位，今天不适合升级哦，今天不适合升级哦。喂，哎，各位，一次就过哦，我还有两次的机会哦，各位观众，有没有可能到六等呢？过，哎呦 ，OK， don't worry， 还有一次，各位，机会来了，一、二、三，过，哎呦，又爆掉了，没有关系啦，各位。不是不登三宝殿，国父革命十次才成功。我们继续。哇，糟糕，阿内又没有了。我们先不要用 LV 5达成啊，我们先来一个潜力初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中个最佳状态，第四张如果可以开到的话，也是算厉害了。一、二、三，过！火球大师，好，这个把它初始掉。我们再来尝试的自动升级，自我升级，好不好？Very good。哎呦，哎，各位，是不是透过这个画面，你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有卡哦！哎呦，哎呦，安尼咁丢，这样对吗？有了，通了，通了，各位，通了，通了，一路上，一路上了，又卡山，上上上上，哎呦，还剩最后两次啊，过，最，接连接连的过，接连接接接接，哎呦，又爆掉，有难度啊，各位。开个潜力，哎呦，那现在感觉有一点怎么样？各位，有一点在刁难啊，是不是？他在刁难啊，通常你遇到人家刁难的话，你会怎么办？
有没有可以告诉我一下，如果你平常遇到刁难的话，你会怎么办？如果有人刁难你的话，你会怎么办？所以各位顺了顺，过了过了，我感觉有了。各位观众，让我们欢迎五等的林月平。哎呦，前面给你过四次，后面给你爆掉三次，讲真的。我也是有点难过了，再开一个最佳状态。难受。哇，糟糕，剩最后两次了。哎呀，没了啦，怎么办？各位，有难度对不对？我跟各位讲，这个游戏之所以难玩，就是因为这些升级跟等级去浪费到了我们的时间的，所以他才会出一个 LV5 达成券，你就直接按下去，他就五等，有没有？潜力开发就这样按下去，他就是最佳状态。又跳掉了，没有关系，各位，这样就够了。你看一下五等的话，赤峰剑89，月饼鬼曲86，这个时候你把它做一个协商，你就可以呢变成。随时都可以上场，他是一个雪天非常好用的投手。九格给你爆掉，那表示什么？表示你还要付钱。这边30万给他，希望我们第二格就可以把挖角妹给召唤出来。Lady Go！ 哎呦，连爆！你看，他死要钱，他现在再收你50万，第三格会过的几率就很大了。各位观众，睁开你的双眼，拿出你的双手，准备迎接。挖角妹过 ，OK yes， 各位观众，玩这个游戏，这是唯一的一个乐趣。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建议你把每一张都拿去呢做挖角。各位观众有没有看到大眼的美女，樱桃小嘴，留着长发，然后呢？这个皮肤很白，腰手 ，nipple， 这看起来目测应该至少有36亿哦。卡称又顶 coco， 有没有？这个弧度，这个弧度，有没有看到各位？这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一个大家非常爱的一个女孩子。比较后面这位于希杰来讲的话，那于希杰整个是被比下去的。哦，为什么？因为他的21号感觉并没有这个变成31号，但是我们这一位小姐，她的一个 U 领变成了 V 领，不对，她的 V 领变成了 U 领。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一个挖角妹，非常好。哎，怎么样？这样会让大家有我有淫荡的言语，会让大家意淫吗？并没有吧？有吗？
还好吧？招揽 ，yes， 各位，吼吼，来看一下啊、哦，这不简单啦、啊！我跟你讲，各位，多了这一张哈、哦，一个雪天，雪天的话哈、哦，一个如虎添翼，真的是如虎添翼啊！假如说我这个林恩宇不要带，我带上了林月平，有没有看到？各位，如虎添翼啊！然后你可以再开一个这个滑球，强化低，但是因为现在都满了，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来用。各位，你看，